一般是像我们这种色柿，做柿饼用色品种的哈。那我们品种又有三种，那像这颗看起来比较大颗的，哦，这颗叫做牛心，这比较普遍，哦，然后主要产地还是从嘉义啦，我们新竹这边也是有。那嘉义因为它气候比较适合种，而且面积比较大，对。那另外一种小颗这个，好，哦，明显它就比较小颗，这个就叫石柿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品种，新竹在地的。那还有一种呢？这个就是比氏，哦，这也是这算是日本的品种，从日本传进来台湾的。那现在台湾也很多在种植，在台中东势新社那里。对，那我们目前就是主要这三种来做成柿饼。对，那当然柿子也是有产季的哈。那牛心跟石柿的产季是九月到十一月，那十一月就差不多下个这个月中开始，我们就会开始销这个比氏。比氏的产季是十一月到一月这样子。那一般像我们采收下来的话，一般都以为是就削皮的哈，可是我们采收下来上面还会有这个这梗、这树枝哈，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地头。那因为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，第三天开始我们都要帮它按摩，就是我们都要帮它一个碾压的一个动作。如果它还在的话，我们会扎到手。那它做成柿饼的话，各位食用也会扎到嘴巴，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步骤是先把地头去掉。那我们会用一支很特殊的弯刀，哈，长得很特别，哈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要先把它去掉，去掉。那也有客人疑问说，哎，那干脆直接把盖子剥掉就好了啊？而其实它不能剥，这个盖子如果剥掉，它里面就空心的，就容易腐烂，所以呢，这盖子就会留着。这个传统日晒做法没有做起来说像金黄色那很漂亮，那没对，我们这个是以前的做法就是这样子，那日晒的都是这样。刚刚我跟他交配的时候，我说你们。
这个我们第三天基本上我们传统做法，第三天都要经过一次按摩。那前两天是翻面，那翻面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，我大概跟各位讲解，我们其实翻面其实很简单，就帮他转个方向。前两天因为他硬度也还很硬，所以没办法按。那我们要前两天都要翻面用意，是因为都看得到会有痕迹，好，放在盘子上都会有这个痕迹。如果没有帮他换位置的话，这地方烤不到、晒不到，就容易发。所以前两天我们的动作就是帮他，我们讲的翻面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帮他转方向。那第三天开始按的话，来各位看到的话，这个是已经有好像按过的样子，对不 对, 對？所以我们第三天基本上是从上面开始按下去，好，那因为第四天我们按法是因为第三天我们按这样，如果我们不把它翻回来，它这边一样会烤不到、晒不到，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是第二次的按法就会不同，我们就会把它翻回来，把它撑出来。然后明天的按法，我先按一次，今天按，那明天的话反过来一样再把它按下去，就是这样子反复4到6天，每天按一次。那当然就是越按它就越扁，就慢慢成型。那基本上要按它的用意很重要，其实各位看它这样子表皮是有干，好，可是如果我们都不动它的话，它再烤一个礼拜、2个礼拜还是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我举例像毛巾一样，它里面是不会干的，所以我们按摩的用意是帮助它把里面的水分往外排，好、哦，把它里面中心水分往外排，这样才会继续干到里面去。哦，这个已经晒多久了？这第四天而已。哎，谢谢。不会。对，要到12月份做。哦。这现在给它混合过去，给它碰一碰，这样。哦。就是新这个跟这个混在一起。对，它这个以前也是这样子啊。嗯。要一个月之后它就会变。哦，你要种的长起来啊。对对对。它俩混。它就会长起来，就会长得变白白这样啊。要到12月才收成啊。做那个糖霜。这个就是比较速成啦、啊，你放在冰箱里面冰冻起来，它也会长。哦，它不敢满呐、啊，因为冰箱密度。对，放在冰箱里面。